安以轩六日在夏威夷举办世纪婚礼，婚礼现场布置成浪漫的希腊风情，以大海为背景的主舞台让人羡煞不已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以陈乔恩为首的伴娘团一大早就考验新郎官和伴郎，不仅要新郎想象自己是名模，穿比基尼做出性感 pose， 还要做人肉版的浮力挺身，让伴郎们只喊吃不消啊。陈乔恩出席安以轩婚礼意外成为大家焦点，单身的他如愿以偿的接到捧花，不过更受到瞩目的是他的锁骨。先前陈乔恩就在锁骨凹陷处放鸡蛋，让众人惊呆，此次穿着橘色瓶口洋装，性感的锁骨再次引起话题。